在 MJ 的中山直接咨询是韩国学生，韩国学生大概是十七八位，然后这是我们住的房间，妹妹在里面休息，然后这是台湾跟 say hi。No, why? 好，那今天那因为 MJ 呢是韩国人开的语文学校，所以他们的餐类呢比较多是韩式风格啊，每一餐大概都有泡菜，然后水果，特别是蛋跟面。那在这个学校呢比较特殊，是因为它有韩宵夜。然后夏令营的费用呢是都含在这个费用里面。Hi, Mandy， 这是韩国的 manager， 韩国的学生。用餐区跟那个学习区呢是共用的，所以呢这个空间是非常大。我们早上录的那个是啊，你没有位置哦。Hi, say hi, everyone. Hi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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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好。每个教室都会当然有冷气啦，因为菲律宾毕竟是一个很热的国家。好，那所以就是一定会有冷气、电风扇这必备的。老师呢都会帮他配齐一些他的餐点。我觉得那边人都非常的 nice， 好，还有水都是无限量供应的，大家呢都很有规矩，吃完饭呢餐呢就必须要自己呢归位。小小的韩国小妹妹，他们是去年就来这个学校，那昨天他们才刚放假，所以就留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是 MJ Camp 在 Silver Hill 有一个